是大自在王佛，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妙严善华上一次所讲的十法界。十法界接下来就是说请问你死掉以后，你对于这个生命有没有办法把握做主啊？这个就是上一次在十法界里面跟大家提醒的。那再来就是你要到十法界的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十法界里面呢，六环里面呢，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人世间里面不断的在修了以后，才能够超脱六凡直接到了四圣去啊。四圣呢，由我们自己在人世间精进修行才有办法达到的。所以呢，我们要问大家，你要到十法界的哪一道去啊？死掉以后你有把握吗？那我们又问，除了人道以外，还有天道，还有下三道，这些生命境界你有没有亲自去看过？那各位呢，这个提议呢是祖师提议的。其实在我们现象界里面就可以看到，人世间现在很多已经示现的这个下三道的现象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现象来看，其实很多人已经都在下三道里面尤其这个六凡里面在这个六凡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现象界已经看到很多的。那不用说你刻意的要去看，从社会的现象呢就可以看到六道的轮回的可怕六道轮回的可怕。我们整个社会的现象来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不用特别到地狱里面去。如果真的到地狱里面去的话，可能我们就回不来。但是呢，现象界呢的人道已经在这个六环里面不断的在造业，不断的在制造六道的轮回可见呢，就是地狱满了以后，人道现象的人道呢已经在造这样的业了。所以各位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周遭的环境，尤其呢要注意自己的身口意的清净从这个社会上呢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了所以呢，你下了三道，下三道的以后，各位我们已经都看到的所以你不用特别去。再来就是说，请问你从哪一道来的各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的，只要你做人处事呢就是你哪一道你做人就是在哪一道。所以现在社会呢现象界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每一道都有，六道里面都有，但是菩萨道几乎很少，修到菩萨道。这个菩萨道呢，不是说你在人世间做好人、做好事、做布施就是菩萨的。你这些是一个最基本的人道的观念。一个菩萨呢，真正要证到菩萨呢，是要下一番苦功夫，自求内证，自己要觉悟的。你的心如果是一个菩萨，你就是一个菩萨；如果你的心是佛，那你就是佛；你如果是畜生道来六凡来的，那你就是六凡来的。可见是万法由心而造，你的心呢可以示现你在哪一道。
风。